嗯，哎，又卖咩先？又系呢个路口。可以，马上给你装，马上给你试啊！你拿回家就可以用，不用你来清洗了啊！拉几下，刮几下，干干又净净啊！可以，没问题，这个装了我帮你试啊。后来的不知道，我做一下你就知道了啊。有三个牙齿放上去就可以啊。最新款拖把啊，网上都在打广告。对，我只有就两箱，卖完就没有了啊。我可以，大哥你又来拍我视频了。这两个用完换下去，这两个用完。两个可以用三年了，够你用了。这么久？对呀、啊。10块钱了，哦，这样子，10块一个两年就一年可以的。不用你手来清洗啊，一刮就可以。看一下怎么刮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没看到的，我现在做一次你就知道了啊。他没看到。来，阿姐先招你请啊。来，先等一下，我做个示范给你看啊！来，过来拍了，你想拍吗？看一下。来来来啊，先看啊，酱油是不是最难洗的？酱油。酱油对不对？酱油难洗。来，这是什么？头发。头发最难擦，对不对？家里倒头发的，有动物、有宠物的掉毛的，对不对？不用担心。来，这么多头发都不用担心。来，普通的拖把是不是这样拖？拖好了，上面都是马毛，对不对？又脏又难清洗。但是我这个拖把就不一样了，这叫做最新产品刮刮乐拖把，一刮清洗，对不对？你看我怎么拖，一拖干净，一拖两拖三拖干干净净，对不对？马毛都在这里，来你来看，你来瞧，马毛都在这里，这里都是头发了，对不对？一清洗刮几下，毛毛全部洗下来了，来，不用你拿下来清洗，拉几下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你觉得不干净，不还有水，对不对？来，来看一下干不干，干不干？纸巾都能飞走，来，地上干不干？来，你看这里，纸巾都能吹，好不好？使用的东西，家家户户都需要的东西，来，就这么拖，一干一推，就这么干净，啊，不用拆下来清洗，好不好？需要你买一个啊，放在家里一放就可以。来了，十几块单买，单买有的。一套里面有两块布啊，一套里面有两块布。我帮你装，装好了拿回家就可以用啊。网上都在打广告的网红产品啊，刮刮乐魔术拖把啊。这里有三个牙齿啊，这里有三个卡口，放上去卡住，拉下来捏住就可以了啊，超简单超方便啊，不用弯着腰来做家务了，对不对？手不要碰到脏水了。来，这里还有一块布送给你的啊。不错，谢谢你。怎么那个真不错。网上都有卖30块，我这里15块啊。15块。不错不错。我看你们好用给我。好用，买一把啊，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拖把。什么酱油呀？酱油料啊，撒在地上了，不用担心啊，这些都不用担心的啊，什么头发呀都不用担心啊，头发都能清理啊，什么酱油都不用怕的，来，这么脏，脏不脏？脏不脏？但是你就这个拖把就简单了啊。
像这种拖把拖好了，上面都是毛毛，很难洗下来，除非你把头给换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这个拖把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看脏不脏？脏不脏？来，我拖给你看，我一拖就干净，二拖来拖，三拖全部干干净净。要两个，对不对？我要帮你抓吗？放在这里啊，要不你这里泥水卷用什么水都可以，水流动都可以。唔错，广告效果唔错。那这个怎么用啊？这个唔错。上次也是你拍我哦。哈哈。啊？这个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放大蒜，下面放姜。